自己到底是不是有这个能力做到。可是我其实这个 video 要证明很多件事情，是一件对我来讲要证明很多事情，所以我有比起那个开心，我还有很多包袱，很多很多很多的重担，还有很多东西要去证明。然后不过你们是第一个为我证明的人，因为你们就是那一个 market， 就是那一个市场，你们就是那个大众，你们的反应全部每一个都对我很重要，可能会甚至会改变我的人生。所以我是觉得很是一件很大件的事情哦。所以不过我个人是觉得我至少我不懂很多东西，我不知道，我只是一个17岁的小女孩，然后读书啊，文凭啊，很多很多很多未来的东西打算什么。不过我知道我现在做的东西很有反应，是很有回应，是一个点。还有第二点是我很开心这样子哦，而且我可以带给人家开心，我更开心这样子。真的开心就好。很多人就会来酸我啊，有些人就说，哎，你毕业了，怎么你现在没读书的，就是没有读书的意思啊，是不是你辍学了啊，还是什么啊，什么？不是的，其实是我一直不想做解释，因为我觉得这些东西自己决定就好。不过其实你们很多人都在问，很多粉丝都在问，所以我觉得我应该回给你们一个回复，这样子对你们也是一个尊重。然后就是其实我想要给我自己停顿一下子，一个小喘气这样子，然后就是看看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啊。其实急不来的嘛，因为其实这种梦想的东西跟这种追梦的东西哦，有时候是时间性的。你拥有的东西有可能只是现在拥有，而比如说读书这种东西，很多人都讲有钱就可以读了的嘛，或者是你多大都可以读， even 有老爷爷他还在跟他孙子读同一间大学，明白？就很多这些事情啦。所以我其实不想再讲这些东西，因为这些比较私人的东西。不过我觉得讲一下其实也没有什么啦，讲了自己心里也比较舒服，因为这些东西都是我烦恼的东西啦，也有很大的，有很多人对我有很大的期望，很大的 expectation 之类的。然后等一下让我开一首歌，什么歌没有开啊？所以呢，我现在目前是在这一个阶段，就是在这一个不知道要还在仍有人生的分叉路口，在决定要去哪一个方向的地方。所以其实这个马来西亚直播也是对我来说是一个很重大的东西，尤其是我看到你们呢，就是帮我那个分享的时候，我真的是觉得，我觉得你们不知道这对我有多么重要，所以我想要在这里谢谢你们，真的对我很重很重要。你们每个 share 每个 like 是有效应的，是有在，是不是白白的？就是我觉得我要你们知道啊，你们每一个对我做的，这真的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而且你们很支持我，很支持我。这个马来西亚直播过后，我觉得可能没有什么人会踩我啦，因为可能是我自己的事情这样。因为通常人家就是觉得都不管我的事嘛，这么要 share 啊，支持之类的。不过就觉得你们跟我那一家人家，好像我的事就是你们的事，你们的事就是我的事这样，觉得很感到很 touch 哦，真的。谢谢你们。我唯一能够让你们对你们的回报，就是我一直努力在笑，一直努力在微笑，然后给你们更好的作品，就是我开心我觉得啦，然后再带给你们开心，应该是能够给你们最好的东西，这样子。
我们怕我哭耶，行不行？都是这首歌害的。加油加油，你们也要加油。我是说，其实我看到了很多例子啦，因为我现在也是算是有踏入一点社会，然后就看到很多人啊在做着自己不想做的工作，然后每天活得很辛苦，因为不开心，可是就是为了赚钱而赚钱，那种感觉真的是很辛苦，因为你下半辈子都要做着同样的工作，然后你的每一天早上起来你就是要去做那一份工作。所以我觉得一份工作很重要，是不是你喜欢的，是不是你开不开心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时常都在强调开不开心这件事情，我觉得开心，做人开心最重要，真的。所以就是我要鼓励你们，如果你们啊现在是跟我一样拥有梦想的少年少女，你们去追求你们的梦想，要比我更有勇气。然后就是很 emotional。 就是你们要都是这首歌害的啦，干。我昨天我本来没有在玩哭啊。OK， 总之嘞，可是没有开又没有哭。所以我要你们，如果你们在也跟我一样同样的在这个人生的分岔路口中，要好好决定，不要管人家怎么告诉你，有可能哦，跟叫你不要去做的人哦，是你的父亲还是你的母亲，可是他们叫你不要去做，因为他们做不到，他们做不到，可是不代表你做不到。所以咧，你要，最重要啊，选择所有的东西的时候，最重要要自己有兴趣的东西，是自己喜欢的东西，做了开心的东西。所以我也不知道啦，因为我自己是一个讲很大胆，可是有时候到真正做决定的时候又没有很，又不是很有勇气的人。所以我跟你们分享一个心情哦，我觉得因为我希望如果我这样子讲的话哦，能够帮助到更多那些人跟着我处在同样一个阶段的人。可是如果因为我这几句话而你们有勇气的话，我会很开心。对，因为我是假人嘛。不过真的很开心啦，就是不管发生什么事啊，都是有一般人陪着我，然后真的很爱你们。现在时间是几点？7:52，都是这首歌惹的祸。这首歌叫做 John Legend All of Me， 是一首非常可怜的歌，听到我都想哭，一边讲一边想哭。所以我希望你们会喜欢那个梅雪扎莫拉，我希望你们希望那首歌这样的一个正面的能力能够帮助到很多人开心，因为我觉得一个人开心的话都东西就会做得很好，其实是一个蝴蝶效应这样子。所以我真的觉得开心很重要，你们希望你们听了哦开开心心，然后你们做东西咧就有默做，当你有默做的时候你有那个 kick 哦，那你就会做得好哦。
但你当你做一件事情好的时候，它可能会导致下一件事情你做的顺利，这样子哦，就是这样简单的。所以人家讲要有多有深度，要有多深处，我完全是呸，真的，就是完全开心就对了。所以我们全部人都要酱，欧巴酱，努娜酱。有人问你现在17岁是读到什么 level？ 是 O level 咯 ，O level， 请就是新加坡的 O 水准考试。如果我去留学的话，就是会去哪一年的 foundation， 然后就是读大学。然后戴一个私房帽毕业，然后踏入社会，然后这样子哦，可能就没有世界草这个人，可能也不一定。有人问你读书是不是很好，这样子。其实我觉得是中本啊，因为有比我好人实在是太多，新加坡很多会读书的人。不过我有录取JC 的资格，就是考A-level 的资格，还有那个理工学院的资格。尼安 Poly 的 Mass Communication 的科系我也拿到了。本来是想去做那个，后来是觉得。然后我选的也是 Mass Comm， 是大众媒体吧。不过，我想想，我当时读那个出来要做什么？做主播又不是哦，又不完全适合我。你看我跑去做一个主播，这样我就跟着这些啊、唱歌啊什么东西脱离啊。你想象一下，世界草在那边报告新闻，你们喜欢吗？然后不可以笑。今天呢，我们来到这个气候主播，在这个马来西亚呢，现在正在下着非常大的风暴雪，然后我们再看一看旁边这个吉隆坡呢，这样子，fashion 有人问我有没有讲过 fashion design。design 也有啊，有想过。其实我去留学的话，我就会去学 design， 也是至少是一个我有兴趣、比较有兴趣的东西。在新加坡 ，is 我想讲啦，其实 is a no place for art 或者是 artist 的一个地方。如果你要当医生啊、律师啊、什么东西啊、accountant 这些东西，去新加坡会很好，因为他们那边的英文教育水准很高。对这些东西会比较好，可是他们的那个娱乐圈部分，还有他们的 art 的部分不是很吃香，因为他们是一个很 economic based 的国家，他们很强，因为他们的国家历史很短，他们要在很短期的时间内哦，能够很快的上进，然后来跟其他的国家对比，所以呢，他们呢。不管做什么都是以赚钱他们的 economy 为主，对，所以你想一下在这样的一个国家里面，他会多他的在他的那个 entertainment industry 里面，就是娱乐圈有很大的发展嘛，不会了。所以我是觉得好像韩国就不一样，韩国他现在这个娱乐圈的 industry 非常非常的大，做到非常非常的大。我衣服太大，现在没变。你们希望听什么歌来？我播歌给你们听。我是查某啊，真的，不会腻咩？啊，不会腻咩？要骗我啦！
是不是？哇老喂，关掉啊，关掉！怎么你是渣不干呐？是不是？要姐姐，别骗我！不要再开了啦，别就不要播了啦，我装输了啦，是不是？好啦好啦，开！既然你们这样想听。不是我要开，不过你既然你们这样想听，这样我就开喽。哟，OK。噔噔的哒噔噔，哒哒噔。我看顺便看一下那个那些留言。我很多人都是，我觉得会过后会很多人 cover 啊，那些 Malaysia 的打波啊 ，Malaysia， 我那天有看到一个 Malaysia 的金啊，很好笑，很可爱。而且开始有一些人 cover 了，good effort。重点是啊，我跟你讲，超欣赏你们的，就是看了很多人攻击哦。重点是攻击到很好笑的东西，但你们全部人哦，我放我撤回去，全部都是我要讲的东西，真的是你们太了解我。拍手。然后我跟你们讲一个东西很好笑，我笑了很久很久很久。OK， 你们准备好了吗？听，准备好了吗？讲，准备好。看很乖，讲，准备好了吗？跟你们讲一个东西。有一个人 comment 哦，他讲哦，他就讲他是用英文来讲啊，他讲为什么哦，你这个人好笑哦，为什么你要哦，人家认为你要让人家误会你是韩国人啊？这样为什么你要去染头发呢？是你自找的，谁叫你去染头发，让人家误会你是韩国人？有人回他哦，你的国家是不是不可以染头发？就是因为他国家哦不能染头发哦，所以哦他看到韩国人哦，他只看到韩国人，哇，全部人染头发，哇，染头发的韩国人好美哦，所以我就变成这样了，染头发的就是韩国人，怎么你要染他？然后怎么你要染头发？活该啦！谁叫你要怪人家，再误会你成韩国人呢？因为你染头发，快把那个奖给我！我觉得我应该拿一个奥斯卡奖，因为我太聪明了。我很坏哦 ，Oh my god！ 不懂他会被看到这个 FA 撑死我。有一些很好笑，不是我要吐槽，是真的有一些很好笑的，我们找得到。那是我看到最好笑的、啊。目前大致上是一样的、啊。
啊，有人就讲了 ，It's Singapore, not Singapore. It's Jabo, not Jabo. It's Melayu, no, not Melayu. 歌曲编曲歌词都很好听，但他咬字真的很蛤蜊，让人踢皮疙瘩啊！妈，这首歌我正唱才蛤蜊啊！别再说安妞安妞哈西哟，我来自 JB 靠近 Singapore。你是不是能打我？是不是在鸡皮疙瘩？我只会按摩华文马来语，别再说 me from 韩国。Oh my god！ 是不是？你要我唱到这样吗？然后我再加抖音给你了。好了好了，我加抖音给你了，我加给你。我来自 JB， 靠近新加坡。我送你离开千里之外，我来自新加坡，还不够，还不够，还不够。怎么吐槽什么？hello hello hello。是不是有萌萌这样对吗？没有，不能按到什么东西。听到吗 ？Hello， 跳舞不 ？OK 吗 ？OK 吗？听到吗？OK。然后如果有第一天来的这边的人，请你不要见怪。如果是我的操作，经常都会让我的角色，我是突然间会这样，突然间的 ，all of a sudden， all of a sudden， 你想一下那些刚刚进来的操作经常新的 member， 然后他就他看到那个马来西亚查甫，哇，几梦幻哦！这个女的，哇，这个查甫，哇，素颜，哇，素颜，哇，他 M face 哦！今天我来看一下他结果是这样啊，哈哈哈哈哈，不好意思，嘿嘿，越吃越嗨，不好意思哦。我时常还会这样子说话，对不对？对不对？草草军团，对不对？好笑。谁说我是蜡笔小新？我都没说啊，我只是偶尔喜欢这样子说话，就敢过不？没有歌了啊，哼哼哼，开始。
钟这首歌吗？懂吗？这首歌。好的啊嘿汉子爱是女朋友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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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爱在 Facebook 有讲过话，可是不是真正的朋友。有人说江西，我会想念你的，记得想念我，记得想念我，我想念你们。这个是 Crayon Pop 的阿西。 OK， 有人说音乐太沙声了，我就是开给你们听了。喵。嗯，然后我叮咚，哎，你们要听什么歌？有人讲要听某某某，大哥票被打。有人说，我们来唱歌咯，反正我之前长篇大论，以为很多东西要讲，然后赶着讲，结果现在时间太短，加油。With not yet lost, so like I said, the houses they didn't change. Look upon your greatness, then your cen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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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ur centicle. 听过这首歌吗？来，粉丝们回复他们一下什么歌。
horizon, in a crater like the moon. The more we love like a brother, while we go to the moon, dancing round the last of time, dancing round big eyes as well. Even the comatose, they don't dance until you need to be English. You'll never see all the green, not that we pretty, but we should have had a run.这首歌是 Team by Lord。 懒惰弹的，不要叫我弹吉他给我。没有，其实这不是吉他，今天这个是尤克里里。来给我一起念乌克丽丽，有没有看到过？来给我一起念乌克丽丽啊！就是这个东西啦，就是那个小提琴跟吉他，有点暧昧关系的家伙。它是四条线的。不过有一首歌我会弹哦，你们知道有一首歌哈、哦？来来，这首歌也，哎呦，紧张。这首歌也是跟那个 Malaysia 有点关系。那个叫什么？你们懂《看对》这首歌吗？是一首马来歌，可是有点英文这样，蛮红的，有一点九迷恋在 YouTube 看对，我打给你们看。啊。懂吗？很红哦，很好听耶。这是唯一，其实我不听马来歌，只是这首我觉得很好听哦。是因为他的尤克里里很好听，他的前奏是这样的。对呀。啊，这样。新歌不要，新歌要等到过后才看。不要怂恿我，不乖哟、哦。